选择这地方，在青楼投靠我大元婴宫，老子从不喝花酒。弄得老子一身胭脂水粉味儿。此处前有街市，后临河道，如若有失，即可趁乱藏匿，也可渡船。行行行行行，赶紧的吧。说说，白云宫怎么亏待你了？在白云宫，我是七星阵法的七星之一。 但在元一宫，我要做修罗场的唯一。就凭你，修罗场的唯一，你疯了吧？你不怕白云宫的人把你抓回去，活剐了你？白云宫以七星阵法立足武林，我是七星阵中最重要的一星，就算他们知道，也万万不敢动我。嗯，我叛离之前。 已经毁了七星阵法的所有卷宗。我意思，这世上再无七星阵法，江湖也将再无白云宫。畜生啊！投靠我们元婴宫就对了。那个什么，青鸾花带来吗？这就是青鸾花呀。 秦天成愿以此花献给教王，恭祝教王修得神功，血洗中原，一统江湖。不知你也来劝我？你就是霍展白？没错，正是你爷爷。不可能，我爷爷早死了。 那我说错了，其实我是你爹。更不可能了，我爹长得比我还丑呢。不跟你废话了，秦天成，长虹诀若是练成了神功，中原武林势必会死伤无数，血流成河。这枚青鸾花，绝对不能落入他们手中。你此刻回头还来得及。姓霍的，你现在想走已经来不及了。 还跑得动吗？我都停下来等你了。跑不动了，但是夯死你的力气还有的。武功不济，吹牛的本事倒是超群。你们元婴宫的人皆是如此吗？我跟那帮废物不一样。
对付一个顶尖阁的小小七剑，用得着带这么多废物吗？要是待会连你也输给我，那你们元一宫岂不是很没面子？要不这样吧，喊我一声爹爹，我便饶你一命。呸！老子有爹，受死吧！霍七，你回来了。 长得丑，还吹我脸！我就捏你脸，你又来！如果损我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你损坏我就是锤你！行了，今天不陪你玩了，等回头再见到你爹爹我，再来磕头认罪吧。放屁！我爹才不点我穴呢！哼！你回来，有种你别走，老子迟早一天耗死你！ 上船！天成！天成！天成！怎么回事？天成，你醒醒，告诉我是谁干的？ 可能是西哥，林公主，此事有蹊跷，还需调查。田城林死之前，亲口指认的凶手，怎会有假？况且我们为什么会迟到？还不是你那位好七哥，把我们故意引到城西，他才能趁机下手。刚刚在茶馆，查老板给你留了一封信，你看过之后，便知地点有误。何人给你留信？信上写的是什么？ 不过是封寻常的书信，林公主多虑了。此事此刻，容不得我不多虑。把信给我。林公主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什么信啊？给我信！ 清楚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霍展白要抢青鸾花，而青鸾花就在天成的身上。现在花市人亡，你们怎么替他辩解？抢花不成，便杀人夺花。抢我搬运工的至宝，杀我搬运工的人，破我七星剑阵，好个霍展白！我搬运工上下。
会善罢甘休。找到霍展白，要他偿命。是是。